他将他们两个演练的就是武当巡洋船，积极把法力气等吞斗旋转船帆，缠绕滚滑驯服圆滑，这四个字的积极方法。他们第一个招是练的是巡洋船的气等法，气等法它有两个内容，一个的话呢就是通过自己的身体的气降升降，而是。 这个击倒对方的这一个目的，再一个通过的这个用这个气等这种方法，使人把人击倒。他将他们练的这是一个气等法，这个气等法主要是人的身体的这个气来与落下的这一种内涵，气来落下，实际上在这个。 武术的这个积极学上，可以的话呢，运用这个气与下这个上路，是不是下路，这个上气的这种方法进行这个散手进行积极法。比如，采用他们两个练的，这一个蹬，首先他是练的一个蹬法，蹬法是两个手，当他对方你倒，他打我的时候，我这个手我是快手的在招架。 当我招架以后，我很快这个位置已经是很成了空档了。我马上这个时候的话呢，下去我就抓了这个地方，抓了这个地方的目的，我就想击倒他。但是的话呢，他马上已经站了。当他这个手拦住了我的手以后，我快手的我起步，我反打他，是不是？所以我这个，所以这一个蹬，是吧？落下来以后，我马上要接他的这样一种姿势，我要。 向上，是吧？进行的话呢，打他，向上打他的目的，是不是？就是让他的话呢，上面是因为他已经落下来了，上面的话呢是空的，我的话呢就运用这种他的这个弱点，我打他的空门，打他的空门的这种方法，由于我是落下来的，我要升起来打他，因此的话呢，这个方法叫做的话呢气法。 人在继续的时候啊，都有蛮多空门，所以这些空门的话呢，就是防守没不严密，是不是？那么的绝对的防守严密，是相对来说的话呢，它就出现蛮多空门。什么地方是空门呢？你比如说，它这个手打我的时候，我这个手马上拦了，当拦了以后，这个位置是不是？它这一块这一边后面都属于空门，但是这一个空门的话，我就要打它的空门，我打它空门，我这个手必须要往下翻，是吧？打到这个地方。 拿到这个地方的目的，实际上的话呢，也就是想把它，是不是打到？但是的话呢，他的敏感性马上他把这个手法，是不是？他跟我拦截了。当他拦截我这里的时候，他这里又成了空门，因此我又打他的空门。我打他空门的时候，我必须要起来，是不是？这个起来，我就用这里打他这个地方，是不是？所以这一起一落，是不是？在这个积极序章就叫起蹬。 他这个方法，它是实际上的话呢，是两个方法是连接的，是不是？一气就必须要蹬，这个蹬就是说气的时候是用身体捋起来，起来打他，是不是？或者托他，都属于一种气。但是的话呢，后来的话呢，我用斜或者用跌，是不是都让它落下来，让它倒地，作为一种蹬法，是吧？这个气蹬是互相连接的。 是不是？它互相之间是连接的。比如我这个手啊，这个手起的话，我还可以这样起，是吧？是吧？嗯，对，这也是手气，是不是？我就是说，打他的上面，是吧？也手气，是吧？当我打他的时候，他如果说是这样躲闪的话，我也可以把他蹬下去，是吧？这看一遍子。 他就等了，是不是啊？
这个吞头法。什么叫吞头呢？就是说两个人在击击的时候，对方的拳头如果打到了我，我这吞进来，是不是？这为吞，是不是？就是一种吞狼的意思，不是我这样挨着他，是不是？如果我像这样子挺到，他就把我打的了；但是往这里一收，他就打不到我了。当然了，如果他这样给我吞进来了以后，是不是？我必须马上要投出去，这个投出去，我马上，这就把他投出去了。这个所谓投，就是吞了以后必须要投，就是狼了以后必须要进，就这个意思。这种吞刀法的话呢，种类蛮多，是吧？譬如说，是不是在我们两个交手的时候，是吧？我跟他两个人，是吧？他这个打我，啊，我这，啊，我这一我这一拦，实际上这也属于一种，是不是啊？头发是吧？而且两个在积极，好，来，是不是？走，嗯，你看，嗯，是吧？对方如果你打我这个边，是吧？哪个手打？这打我这边，我这只为疼。是不是？这个时候出去呢，也是一种投的意思，是吧？比如说，嗯，是吧？对方得来打，嗯，是吧？这样，是吧？这一个方，这一个呢，他就如果这样打，我这一格，是不是？这个人溜过来了。当我这个时候出去的时候，是吧？这个时候按出去，是不是？或者用拳头击他，那里来。嗯，是吧？打打这边，嗯，嗯，嗯，他进了我，是不是？我的话呢，要偷他，是不是？我用我吧，他说我都只有人狼，人狼了以后，当我要打他的时候呢，是不是？我这个人全部进步走过来，是不是？就要把他打倒，你看，再开面的，嗯，打我这里，嗯，嗯，嗯，吞头有多种方法，比如说对方他打我，他这个船，嗯，他一进来我这狼了，嗯，在这边，哪个？这边，还是这边的？什么是巡洋船的旋转法？所谓旋转，就是人通过人的这个旋转，是不是啊？或者这边的旋转，是不是啊？运用于这个机器上面。他用船来打我，我这个手是不是啊？从这边抄进来，嗯，这个动作，嗯，嗯。嗯，随便看，随便。这个位置把他的这个腰部顶到，他是通过手的这个旋转，这样子进行一种击打的方法。这也是一种旋转，是一种手的旋转。这个手的旋转呢，完全这个手的话呢，要快，是吧？到这边来，是吧？当我这个手进来了以后，
我打到这边实际上是个夹子式，是吧？这个时候快手的，是吧？打他的太阳穴。 这个动作是啥的，这就是这个旋一种旋转法，旋转的话呢，有腰旋，才讲一个动作，就是一种腰旋的方法，腰旋的方法，啊，这么的话呢，是手的一种旋转，这个手的旋转，是吧？它是通过你的一个假设的打这一边攻防，实际上的话呢，手法旋转到你的，是不是、啊、另外一方？ 这个穿翻的动作主要是说穿的话。 就是从这里穿进，作为穿，穿进各位穿，它穿进各位我把它穿进各位我打不到的，它翻出来打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从下面往上打就会翻，做弧线运动，是不是、啊？往下，是不是、啊？往下，是吧？这个时候的话，往下它会穿，它是穿的话呢，它主要是从你的缝隙这里穿进去的，是不是、啊？但是翻的话呢，是这个手法的话呢，另外一种方法，是吧？它出来了。 是吧？从下面往上翻打，这个时候，这一拦的话，是不是？我这个往这里走，是不是？往这里走的话呢，我这个时候马上回来，你这个家伙走，是不是？我就翻了，你就再来一遍，这，嗯，嗯，嗯，对，嗯。 是吧？再一个，它还可以走中间，比如说中间，是不是？中间你的腹部的话，是不是？是吧？这从这里走，是不是？当你一拦了我这个手，我马上翻起来打你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如果我要打不到呢，这个时候马上打这个位置来了。 他不单的带的身上，是不是啊？从上下进行打的，是不是、啊？你不管你哪一方的放得了，他这个时候又走了。你高了放得了，他往底下走；低下放得往高了走。嗯，嗯，是吧？嗯，这个时候是吧？来，从这里穿进去，你看到吧？嗯，嗯嗯嗯，是吧？ 这方法你一定要记到，从这个左侧的话，从这里可以穿进来，穿进来以后你夹我的时候从这里这样可以打的，嗯，这个两边它都是一样的，是不是？还有一种说法呢，比如还有一种说法的话，是不是？我高度，是不是？这一次我从底下翻，嗯，从底下翻，也是一种打法，嗯，嗯，是不是？ 嗯，是吧？往底下翻，是吧？哦，这个我这个打，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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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缠绕的手法主要是要互换。这个当人打上去以后，比如你抓了我的肩膀的话，是吧？抓了我肩膀，我这个手可以反击，是不是？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缠法，是不是？而不是的话呢，是吧？单独的他也可以缠，两个手如果都是这样转的话，是一种活动身手的方法，是不是？当你这个身手的活动的这个身手，实际上这是一种缠绕，是一种缠绕，是不是？这种缠绕的话呢，我说这边来的，我就可以把它缠下去。我随便到哪个地方，比如说啊，我这个手把这缠子缠，我到了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把你这个手这个脚一抱，是不是？这个动作的话呢，它是这个缠绕的方法是，当你缠进去以后能打，你就打，是不是？是不是？这像这样的话，我这个手啊，就从这里，吸过来，是不是？是不是？我像这样的，这个我不一定要玩，我就是稍微的一夹的话，从你这个面门穿，是不是？这个动作，缠，是吧？这个缠。缠的话呢，它这个中法蛮多，是不是？而且的话呢，通过这个缠，我也可以这个是不是？把你的手都反关节面过来，是吧？这个手指从这边过来到这个位置来的话，是不是？这这边勾，是不是？到处一缠，是不是啊？这一种缠，是通过你这个缠手，这磨了厚了去的话，用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啊？可以的话呢？定打，是吧？可以打他，穿的好的去，打这个位置，用你腿膝盖可以打，所以这个本身的这个手法的话，这就是这样缠，当然别个的腿你可以滑盖，是吧？腿，可以滑，这个缠绕主要是的话呢，练习能力，周身的这个
圆活的这个运转的这一种灵活性。这种运转的灵活性的话呢，由于你的手腰背膀各方面都在动，因此的话呢，你就必须要掌握对方的平衡，是吧？对方如有一点不平衡的话，你就可以，是吧？乘势而去，是吧？比如说，对方到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了，那我这个时候可以拉他，嗯，你看，当对方如果不平衡了的时候，我就可以击他。譬如说，我将他这样子往前这样推，他肯定往前，他就要往后往前挣，往前挣。嗯，这到了这个地位，因为他的这个已经到了这一块的话。我可以迅速一猛下去了，这个禅的本身的话，我周身都是圆转的，圆转的本身它就可以进行化，是吧？它起着一种化的作用。嗯，嗯，对不对？当我化了一定的程度，它已经就顶着是这个力量已经失去平衡，我就可以打它。禅的主要的这个说法，它表现在这个两个人在运用这个互相缠绕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这个前提下，互相的话呢，这个以这个借力打力，是吧？或者说是两个人在这个缠绕的过程当中，因为力的这个变化，是吧？不管任何一方，如果这个力的变化失去平衡的话，那就可以借力打力。是吧？嗯，这个滚化的意思就是能像一个圆球一样的不断的来进行滚动，对吧？这个滚动的话呢，化个外盖的来的，外盖的力量来了以后，我通过以圆球的这种形式进行滚动化盖，只要你滚了以后，是吧？滚动了以后，你才能够化盖对方来的时候，啊，如果说是对方来的时候，你如果硬顶的顶着那块的话，是吧？那就是错误的，那不能够达到你的滚化目的。因此的话呢，滚化是一种背浪，是吧？一种闪浪，是吧？一种这个通过圆运动的，是吧？一种化盖方法。比如它主要是它不是技能，它主要是的话呢化盖作用。比如对方对不对，他给我两个铲，不能那么往铲，是不是？他推我，对不对？他用力推我，我跟着他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圆活运转，
源河运转，是吧？使他的话呢，远远的话呢，找不到我的利点，而且的话呢，他找不到利点，他就不容易是吧？把我击倒，是吧？不容易把我推倒。所以说的话呢，在这个攻伐的当中，是不是啊？尽量的话是背囊，是不是啊？化改对方的来信和他的这个是不是啊？一些攻击方法。 你猜哦，我就是这样，就是通过这个棍子，他永远都是，他不容易把我推下去。如果他找不到我的力点的话，他很不容易把我推倒。 我始终做圆活的运动，圆活的运动使他的这个力量无法，是这个到我这个身上来，这个是，推。 对方在推我，而且的话呢，他用的蛮大的劲。他直线推，我就原先滑。这种滑法在宣传里面主要就是，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滚滑。 攻滑的要求主要就是要圆活一气，通过这一个圆活一气来，是不是啊？使对方的这个手到你身上来，无法是吧找到力点。这个腰要用劲。 腰要活，腰转，是不是？腰转，而且的话呢，肩也要转，肩的这个关节的圆运动，腰的混响的圆运动，是不是？以及你的这个手，是不是？手的这个圆运动，使对方的话呢，都是化解对方的耐心。啊，就这个。 我人呢，全身放松，人呢不能用坐力，他这个攻滑本身就是一种放松的，那能力去，是这个推，是吧？不管他怎么推，但是这个球的话呢，像他摔倒的一样的，是吧？他任何一个方向，是吧，都漂浮不定，使对方的话呢无从着手。 这个滚滑的
含义就是这样的。这个功法的另一种意义，尽管它是通过对方的内劲进行化解的一种方法，是吧？实质上的话呢，它这个里面也内涵有一种技法，是不是？如果对方贴近了，是不是？但是我的话呢，通过这个功法的话，我可以用剑，是不是啊？发力技能，用剑法。是吧？那我提近了，是吧？我这个用剑，那这个手，这个手，这个手留位的话呢，在这个位置拦一下，是不是？就通过这一个闯套的这种作用，把对方击倒。可以吧？可以。好。巡抚员和主要都是在这个缠牢头的，是吧？他通过循环的往复的进行运动，你发力，我借力力，借力打力，也同样是借力打力，是不是？同样是借力打力，是不是？当你这个推我的时候，我这个手都去打，是吧？它是一种借力打力的方法，是不是？走，这个你不管我推我的话，当你在发力的时候，是不是？当你在发力的时候，是不是？我顶多是一种啊。循环往复的这种方法，是不是？不管你怎么发，我是循环往复的，是不是？但是我的话呢，不能够抗你的力，我逮到你不行。当你的话呢，发我这个力量，是吧？发力的时候，我的话呢，人的话呢，是吧？借这个力往后退，是不是？往后浪，那浪的时候的话呢，它浪到一定的程度的话，我把你这个手打到的话，往底下牵引，是不是？一种牵引。当然这个手过来以后，他这个力量，我根据他这个力量，是不是用这个肘尖，实际上的话呢是一种请待的意思。再来，从这个打法的意义来讲的话，这个巡抚他主要是不是啊？贯穿在这个，是吧？贯穿在一个循环周转。是不是往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积极含义主要是这样的。
这个巡抚，他的意义主要是这样的。我觉得话呢，在这个传播上，他的讲究，这个手法，他就是一种要一种情态的意思。 当然，这个接力的话呢，钥匙的话呢，它也可以像这个样子，比如说你抬，两个手抬，是不是？你抬，那个当我这个手到这个位置来以后，是不是？我是可以往高的这个往高的抬，是不是？往高的抬，往高的抬的话呢，我同样也可以用抬，是不是？ 他们两个人怎么练的是圆活的一种方法，所以圆活就是，那个两对方抓住对一方的腕部和他的肘部进行的话呢，圆活一气的协调的运动，这是运动方法。其他他的这就是讲究的三元楼部，是不是？这三元楼部的话呢，所谓的三元的话呢，就是讲的他的手圆，你看他的手是一种圆活的，圆活在运转，是吧？而且腰的话呢。 它也是圆的，腰的圆活运转，手圆活运转，腰圆活运转，是吧？以及脖子的，因为它的肘部与脖子的圆活运转，是吧？这样的话呢，就达到它的三圆。这个徐阳传的这个八法，它任何一种法都有这个圆活的一个内在含义在里面。因为你不圆活，传不能达，知识不能周，它的方法，是不是啊？一种攻防的这种含义。 是吧，都取不来，因此的话呢，这个圆活的话呢，它布满全法啊，整个的这个十二个字里面，啊，所以说他们怎么在练的话，主要就是练的一种圆活一气的方法。这个圆活一气的方法呢，它就是通过这样的练法，是吧？来达到的周身的，是吧？敏捷，是吧？协调、关节的，是吧？循环周转，啊，各种运动，是吧？达到协调统一。 它主要的话呢是起这一种作用，而且这一种作用的话，在它的练习当中的话，练好了以后，它与前是吧十四个字相互穿透联系，而且使你的这一个十六个字，对不对？运用的更合理。这个圆活的方法本身的话呢，还有一种的话呢，这个十六个字本身还有一种健身的方法，它健身就通过起蹬、吞头、旋转、穿翻。 缠绕、攻滑、驯服，来达到它的圆活一气，是吧？这是徐阳传的关键，所以你看他们两个在练，圆圆，是不是？尽量要圆，是吧？圆，是吧？嗯，收圆，对不对？这收圆。 腰圆，腰的圆活运转，腰圆，不管你是上或者下，是不是腰的圆转？再讲究你的楼大关节部位，比如说你的腕关节，是不是腕关节？这个腕关节要圆，如果它这个力点到了我这个位置，如果我不圆的话，我这个手的话就收了你，就受了控制了。通过我的圆可以化开它。 因此的话呢，我必须要圆活，是吧？所以他来了以后，是吧？我圆活的，是不是进行这个运转，是吧？来，嗯，好，这是个腕关节，是吧？到这个肘关节也是这样的，嗯，圆活。
肩，肩，肩的，它腿窝的肩，嗯，我也是同样是圆活的，嗯。这的话呢，它是上个关节，下关节的话呢，我通过上关节的运动，下关节的话呢，也是随之循时而走，也带圆转，嗯，圆转。 你看他推我，我这腰的旋转，我可以划开他，嗯，而且我不但可以划开，而且他推我的话，我可以通过这个划开，我手一打，我可以让，就是他对方就走了。 再讲他的这个，像这个动作，因为他用力在推我，所以的话呢，我用腰的这一个旋转，以及的话呢，这个步的旋转，是不是？手的旋转，就使他走了。所以说，这个圆的话呢，它的作用不在于一起，而在于的话呢，防守，啊，防守的目的，是吧？就是要讲究它的圆和一气，啊，如果它不圆和一气。 他防守上就没得毫无意义了。这种方法就要取决于在对方与两个人之间是一种近距离的这个练习，是吧？也是一种的话的近距离的话呢，这个实战方法。 开始，把法的这个。 是个人的这个单独练习方法，它就是圆弧的，这样周转。 头旋转穿翻。
下面点的学阳传的八法十楼之去等火